你说会啊？ 这是哪只？你开心，你全部都拔下来。我现在又说，下班了。晕了。 开挺薄的，我挺薄，快速有一百多，等我整个轮子，我先那个能用了啊，剩下一百多块钱。给老板说一声。刚才看见一个鸡在这儿偷的了，俩，这一个鸡是刚刚偷的。 给他整个窝，他不在那偷哎。哦，那个，来，怎么样？今天晚上哪里有？